中华邮政为着为收集台湾客家族的民俗庆典发通，按民众来感受客家族的人文风情，特别用庙里帮凉、绿队戏服的炮声。台中同时新年办节，韩国国庆抢成功也得客家族的节庆来做主题，今明日发行的客家节庆邮票。请揭幕。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吴凡明亲身给开发部来收集全国第一套客家节庆邮票。长期很多爱好邮票的好朋友，他们觉得说，我们客家应该有一套很有代表性的邮票。四月廿二十四号发行的客家节庆邮票，一套四张，分别以庙里帮凉、绿队戏服、长袍上、台中董事新年办节，还有国庆抢成功一道客家节庆做主题，主导是游人士的喜爱，抢占临时游客潮。我们是找我们喜欢的专题，我们喜欢的专题，好比说我喜欢专题客家文化，这是一个专题。吴董事长致赠邮票纪念框。吴凡明董事长致赠邮票经验强，本客委会客发中心含邮评论员客家事务处，感谢客家单位提供相关的资讯，来做客家节庆邮票。用眼界什么节庆界相关界资源啊，像相片啊、文化故事，还有讲像客家话大家介绍的时呢，大家拢有互相讨论。合作。中华邮政表示，客家文化非常的丰富多元，节庆是文化的缩影。今年是逢六对三百年，还有六对客家文化延期可延续主年，特别是呢提延期期盼客家节庆邮票的发行，同民众共同见证客家文化历史传承。客家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